它是按L7和R7来换的。
搞附近是他的后卫，强度不够，然后老被李维利给踢了，我看那个。看人家切人是怎么切的，我是拉高的。还要拍吗？还是去看看菜花？啊？还要拍吗？拍吧。怎么了？对，我想去看菜花里。那边拍不到。可以可以。那拍完这场吗？但我只想那边也结束了。他们俩开始放人命了。他开始压上进攻了。他很有可能被打个反击。他这样的进攻你应该能防住啊。就这一步对吗？是不是这一步我没错？什么这一步？就是他下底那一步。对，北部二吗？
就叫我起来。这边统一队服，这边都不统一队服。